啊！咱各位学员、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各位，真欢迎大家今仔日吼，肯付出时间，肯开钱，吼、哦，牺牲出钱出力就对了吼、哦，来作为为着咱台湾民政府，为着咱台湾的前途，作为来拍拼。吼、哦，那么我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予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安尼听起来，个性咱无正常嘞吼、哦，表示咱了无正常吼，破破的款吼、哦。啊有影，咱日本时代日本人来甲咱管五十冬，治理甲真好势，予咱为会使讲世界落后的，咱又代称管212冬，是予人看袂起的一个落后的所在。结果日本人来了，开五十年，予咱台湾人脱胎换骨，吼、哦，变作含日本本土，吼、哦，含东京因只大都市，吼、哦，无输因嘞，吼、哦，咱原来例如先进的国家的行列，吼、哦，啊，这是日本人厉害的关系，吼、哦，日本人做代志足顶尖，日本人甲咱台湾人教教。修习、修信用、修法，吼、哦，都予咱个是大人，吼、哦，阮爸爸妈妈因去带人，讲话算话，吼、哦，讲出去，吼、哦，答应人啊，就较惨死。啊，这原来会使讲是日本精神之一啦，吼、哦，予咱台湾人，伫世界上，予人认为讲，含日本，会使讲是同级个啊，吼、哦，所以你看。阮爸爸妈妈因遐个日本的同学哪咧聚会，哦，因嘛拢自己写写叫呢。如果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哪摆遐中国人来，吼、哦，那美军直接占领啦，吼、哦，咱真堪琉球同款，咱大家自己拢一定写写叫，吼、哦，特别讲北京语，也是咧讲我即马咧讲这个闽南语，吼、哦，那么台湾人真侪拢误会讲。我即摆讲即叫做台语，我认为错误啦。哦，伊我是台湾平埔族马卡道族，吼、哦，我本身马卡道族，好、哦。那么台湾人把闽南语当作台语，我认为真大个错误嘛，真大个错误的认知。你会使讲有台湾特色个闽南语，吼、哦，那安尼我认同。什么叫做闽南？福建省简称闽，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就是漳州、泉州、厦门、金门这，因咧讲的话，只是小可腔口不同。厦门人咧讲，咱咧讲厦门，其实厦门人因本身讲叫做厦门，因咧讲伊咧厦门讲叫做厦门，看不音去。好、哦，啊，所以唔好甲中国传过来在闽南话当作台语，正港的台语叫做哥沙族。包括平埔族、高山族有到13族，吼，啊，平埔族有10族，好。那么，我先来讲今仔日发生的这代志。10:05，伫龙潭，一只阿帕奇，吼，编号808，迄只，迄一只讲甲美国买20亿呢，安尼阵载着龙的，吼，即只可能修理袂开，干来当拆一挂零件起来，弄无歹，做备用零件啊。这只头报废哈、哦，那么这只作都好，就是阿帕奇第一批登来都啊成军，马上就去你坐迄只808迄号，真正马赛传奇，马应该个马代赛传奇啊！哦，希拉蕊堪要压着手，希拉蕊手断；王建民堪要压着手，本来伫美国恳求好，请假抓袂掉，硬要摕着赛扬奖，你迄。一年的冠军摕到第19胜，那一般若摕到21胜，就一定摕到赛扬奖。吼、哦，结果啊，一个手夹进，吼、哦，未完魂啊。
好可怜。OK， 啊，讲刚才在那个苏贞昌往那里边，他们开那个对谈哦，啊，那阿秋我的欢乐呢，好、哦，起码伊虽然苏贞昌气质愈来愈歹哈，连党主席也不爱算了哈、哦，啊，所以都然后又这个插掉哦，拢歹代志啊，伊做一个猫男哦，啊猫男就出代志。做一个温湖线的哈，较早做炸湖线哈，互人笑到要死，哈，都木炸到内湖啊，做炸湖线。啊，那么我今麦要阁讲伊一个故事，就讲有一届哈，咧马英九，跟迄个白副总统，啊，阁一个江宜桦院长，因三个原来坐直升机出来视察。啊，这个、故事啦吼、哦。那么江宜桦就讲，以前我拄有第一万块，讲，哦，我这一万块吼、哦，我来甲包做一包红包捡落吼，下下人捡，迄、那个捡到一定足欢喜。啊，白副总统讲，啊，遐讲，你不要做分做两包5000、5000安尼捡落吼，有两个人捡到一定足欢喜。啊，朋友讲，啊，恁不要1000块。弄个包做一包，安尼十包捡落，就十个人做欢喜。哎，你使直升机，我头先甲讲，你奈无爱甲你包做一包啊捡落吼，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喜，吼安尼对不？吼，对吧？啊，你看，即马大家拢伊个消遣呢，美为乐呢。我表示这个人吼，做个真正有够，大家嗨头嗨到要断去吼。啊，这就是台湾人这几年、这五年吼，五六当安尼遮艰苦的原因之一啦，就是选一个无路用的总统哈，搁代赛哈。好，啊，我来进入我的主题哈，讲要安怎让咱台湾的主权哈，把迄个国际地位正常化。好，啊，咱来简单了解一个法律上的台湾，恁今咧讲的是法律哦，唔是讲感情的哈，法律的物件。对的，对，吼，唔对的，唔对，就敢那交通规定，红灯就是爱停，哦，绿灯开始在行，即国际法，吼、哦，有一段一定的这个法律啦，吼、哦。那么咱台湾主权地位变化，啥物情形？大家讲一下哈、哦。就是伫1895年，日本天皇，吼、哦，因为依照下关条约，为大清的皇帝取得台湾，即合法的哦。有签一个马关条吼，下关条约，唔是因中国人来台湾，甲咱宣传讲日本窃取台湾，吼、哦，咱较早读个拢安尼吼。但是1945年8月15日，吼、哦，因为一礼拜前美国甲日本的广岛长崎牵两粒原子弹，哇、哦，两粒造成真大个死伤，日本天皇原来会惊着。哇！要求这即卖是啥物武器？才遮厉害？啊，砍了都死20-30万人。啊，我日本，那个许美国佫加砍10粒啊！吼，啊，大和民主都要灭去啊呢！哦，准宣布投降，无条件投降。好、哦，啊，其实美国迄阵拄啊做2粒提出来，猛砍啦！吼、哦。那么战败，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甲平和管辖治理权了，吼、哦，都地上权了啦。所有权仍还佫是日本天皇手里，吼、哦。所以目前台湾甲平和还佫伫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现在依照台湾管理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这个台湾地理当局背后就是前个中华民国。来代理管理，因为台湾关系法有讲，将来以后袂使阁称中华民国，干来两讲台湾治理当局，所以伊拢讲台湾团，伊即马美国做咧讲的台湾，就是咧讲这台湾治理当局，好，好，过来咱回到咱家己本身，是安怎咱台湾无正常，好，啊，就是做这问题，好，啊，这问题咱先来了解。首先，咱要先了解我是什么人，咱是什么人，咱是什么款的族群，咱跟中国有对立无同款，咱来了解哈。
首先先了解咱的族群，好，我先分作两大族群。这条线吼，像这个粉红色的这个，这个高山族哈，一般因以前拢中华民国的统台前讲叫做高山族啦，高山族、山地同胞啦，哈，啊不呀，证明运动改做原住民啦，啊，原住民去争取这个名称，因感觉讲足欢喜的，其实。你若予中国人阁继续待遮，阁待一百年，差不多五代了啊吼。伊咪讲，阮伫遮待几啊代啊，阮嘛是原住民，阮拢伫遮出世。我到时我大家男男做一个就乱去啊，都分不出你啥物族群啊。所以日本人来，甲因称作高沙族，待伫遮山区东边遮拢高沙族哈。那么这个浅绿色的，伫西海岸这边的吼，包括宜兰这里、個，就是咱平埔族。拢住伫较偏远的所在，吼、哦。那么咱平埔族嘛有十种咧，吼、哦。我以前开始念，宜兰的克马兰族，吼、哦。台北有凯达格兰族，哦，所以阿扁也做总统的时候，甲头前迄条总统府头前迄条接收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就是咧纪念凯达格兰族。那么咱桃竹苗家有道卡斯族。那么中部，包括苗栗一部苗栗，才有三个族哈、哦。有一个巴泽海族帕寨哈，啊有一个马木萨，啊一个帕布拉哈。伫、哦、这个台中啊、彰化、南投哈、哦，一部分的苗栗，啊一部分的云林家哈、哦，就这三个族伫遮。过来，云林甲嘉义才有一个红安雅族。啊，上大族的伫台南这个地区，啊，即上大声跟国外接触的，即号做伫这个安平这边遮吼，号做西拉雅族。那么西拉雅族阁有一个支族，就是即迄个2009年的时莫拉克风灾，哇，迄、那个小林村、麦村，迄、那个号做大满族啦，吼、啊，啊，都一庄六七百个，跟五六百个去。即马剩正百个活落来呢，吼、哦。迄个原来西拉雅的支族，啊，其实阁有一族，原来西拉雅的支族，因有一部分的语言会通，吼、哦，跟西拉雅通，或者戈宾地区的马卡道族，这族较少人咧讲，吼、哦。啊，即伫社长庭选择高雄市市长的时候，去高雄嘛是为着要纪念阮这个族，哦，我本身我就是戈宾地区的马卡道族。阿玛卡道主吼，这个社长庭有甲伫这个中干铁路边啊，开一条路来纪念玛卡道主，叫做玛卡道路吼。啊，所以你若要记这个名，阮这个族，我甲你讲，你一定记会开。啊，这个你要记拢，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火车来弄来包死的。哦，这会家里家吼，马卡道主吼，安尼，啊，你就会记我这族吼。啊，其实咱台湾人85%拢是平埔族呢，吼，有平埔族的基因呐，吼。啊，你真好认呐，吼，真好。你呐，你的手你个弯开吼，照一条凹痕，哦，你手个凹开个看，有的是倒手，有的正手，吼。啊，这就是平埔族的特征啦。啊，过来，另外你脚尖头啊，上尾啊肌吼，上细肌的，你若鼻唇的，吼、哦，迄嘛是平埔族的特征。啊，过来就是皮肤像我安尼吼，乌无乌人遐乌，啊白也无白人遐白，啊差不多红烧啊臭味大，差不多十一分色这款的，吼、哦，而且我呐，还是轮廓吼，哦，足立体凹凸有致的这款的吼，这样那是吼。哦啊，我姓潘，其实阮较早拢无，阮的族语内底，阮无咧讲姓啦吼。啊，所以台青的官员来台湾视察，啊，伊话阮祖先住的所在，阮祖先拢爱住伫个溪边、河边、水边，因为住伫河边吼，买洗物件、买洗身躯较会方便嘛。
啊，台青个官来问迄个地方官吼，啊，因遮砖头遮竹，这是拢姓啥？伊讲无呢，拢无姓呢。伊讲啊，安尼甲树姓，住伫水边个番，啊，所以我姓潘就是安尼来。吼、哦，三点水，有田吼、哦，啊，田顶悬会发米，有啊，啊，佫有一撇漂撇个平埔族个人，吼、哦。我说我这你台青这个官员算有学问啦吼，讲、哦、树这个姓，哎，主要台湾足侪人个姓吼，咱差不多咱个姓拢是台青个官员来树姓哦，毋若树姓互咱，佮树族谱互咱，吼、哦。所以你讲陈水扁也是谢长廷要去中国遐，要去。找因的祖先哦，找无啊，歹势，迄拢全输势，连族谱输互你，所以中国人足够骗的吼。即马来检讨头拄仔咱秘书长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好，咱来探讨看卖。就是1952年，好，日华台北合约伊的第十条啦。当然，咱若要阁讲较进前，就是1946年1月12日。就是日本伫1945年10月25日伫台北个即个光会堂吼举行投降典礼，迄天开始，迄天毋是光复节啊，你爱记毋是光复节，迄天叫做迄个军事占领日开始吼，迄天叫做军事占领日，因为交战嘛，办投降吼啊，即个管理权吼管辖治理权交互。代理美国的这个中华民国国军，哈、哦，好，啊，迄天，伊甲咱骗到最近看唔到，佮讲光复节，所以即马无人咧讲光复节，就是咱为几啊年前开始咧甲吐嘛。迄天，咱将来要甲改做啥物节日？伊甲咱骗69年嘛。咱迄天后日咧，民政府之前我已经有甲秘书建议哈，讲迄天甲改做愚人节。啊，咱的行宪纪念日是对一天，头拄仔有秀出来，吼、哦，日本帝国宪法伫1941年4月7日，吼、哦，我1945年4月7日，吼、哦，明治宪法实行在台湾，迄天才是正港的咱的行宪纪念日，毋是愚人节哦，迄天要甲改做行宪纪念日，吼、哦。啊，伫1946年1月12日是。中华民国行政院用行政命令，吼、哦，把所有的台湾人集体哦，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用行政命令，啊，这违反国际战争法，吼、哦，国际法，吼、哦，因为你若要变更国籍，你要有迄个人，爱家己有意愿，有主愿，吼、哦，佮经过合法的程序，开展讲。改变国籍，你包括日本摕到台湾平和时，你签马关条约，毛淡书讲，予你台青的居民吼，迄阵住伫台湾遮台青的人民，予你2年的许可期，哦，你这2年你好啊许可，你若不爱予我日本管，你会当把你的家产、农庄、土地、房地产拢卖卖，你迁出台澎，你要等于台青也好，你要甩去其他国家。我知你，但是若2年满到，你无离开，就表示讲你愿意带只予我日本政府管，吼、哦，也有好人有许可期呢。结果咱台湾中国人1945年来，哦，无几个月就用行政命令讲，啊，恁拢回归祖国啊，变成中国人，所以叫咱来摕伊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吼、哦。啊，咱来看另外这个1952年4月28日。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要跟中华民国在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啊，咱看伊的第十条，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和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的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头前都讲。一堆啊！啊，他后壁佫以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这个前属就是咱日本政府所管辖下的本土台湾人，吼、哦。
伊个居民甲伊个后裔，就即些拢日本人啊。咱说还有包括在内，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啊，视同的标示啊，马英九几啊年前，敢若做台北市长，捌讲一句：我把你们原住民当人看，有无？把你们视同为人，标示伊心内甲原住民不当人看嘛。啊，所以即个视为，咱毋是中国人，但是为着好管理的关系，所以中国人把我们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的官，啊，叫咱来摕因的国民身份证，吼，是安尼。但是来去看，只要咱台湾人无国籍，咱摕到伊的身份证，照讲着，吼，你去甲申请护照。迄护照代表你国籍嘛，吼，啊，身份证嘛是。那么，伫1972年，换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当然得爱跟伫台湾流亡，即个中华民国断交，吼。这个断交了，头拄啊你讲的台北合约就失效呀，吼，啊，失效，当然，咱本来有。暂时摕到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吼，视同暂时摕到，哈。其实咱是潜在国籍是日本国籍的，哈。啊，那么伫这个情形下，哇，咱原底日本的国籍伫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时，比迄个日本的法院，甲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籍拢取消掉呀。所以咱日本国籍无去。啊，即马中日建交，含中华民国断交，头拄迄个台北会失效，啊，咱中华民国国籍也无，所以咱秘书长伫2010年，吼、哦，2006年的10月20日去告美国，美国的联邦的电话呢判讲咱台湾人无国籍，就是为遮来，吼、哦，就是本来甲咱取消咱的国籍，啊，日本佫含中华民国断交，连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吼、哦。那么，咱的潜在国籍伫倒位？阿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吼，其实咱的潜在国籍就是大日本帝国国籍。当时是大日本帝国天皇委派总督来管台湾。好，那么咱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吼，咱有一个琉球模式，吼，琉球返还模式。琉球当初1945年4月7日，尼米兹上将率领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包括海军陆战队去打琉球，把琉球占领，但是死伤足沉重的。啊，就是这个琉球遐小岛，可能差不多台湾的可能十分之一大呢。那么死伤啊15000几个美军，哦，对美国来讲有真大压力。这小岛我著爱死这个人，啊，若要规个日本迄四大岛要甲摕开。安尼，我美军还阁死足侪人，死差不多100万人。我拄好原子弹发明好势，气崩了，哎，有效。所以迄两粒原子弹就摕出来啃，啊，毋较准日本天皇投降，吼。好，啊，琉球反反模式就是琉球迄个美军甲占领了，吼，啊嘛成立美国的琉球军政府，吼，啊，伊下骹有琉球民政府，那么。在1969年，迄个时阵，日本政府已经赚到钱啊，吼，有较好个，吼，因为日本迄阵免啥准备军事装备，因为日本迄个美国甲占领，美国爱负责日本的国防，所以所有日本的人才，所有较早拢咧做兵遐，拢退落来伫生产物件，所以日本的物件俗个好用，全世界风行，吼，所以你所年。收音机啦、卡米拉吼，哦，包括什么乾隆的啦、哦尼康的、Pentax 的吼，即个三，等于差不多即马咧讲的三 C 电子产品，哦，全世界风行。所以伫1990年代，拢咧讲日本第一哈，日本 Number One 哈，就是因迄阵有钱甲索尼会当去甲美国的什么哥伦比亚、什么唱片公司啊是。甲洛克菲勒中心，迄代表美国的，伫个洛克菲勒中心也甲买落来吼，签甲了袂掉。好，啊，
啊，1969年就是靠钱啊，所以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来协商参详讲，那么我爱赔你美国偌济钱，你卡要加琉球还我日本？美国甲41年前甲开3亿2000万美金，哇，迄阵美金是足大个哦，哈。啊，日本就甲这条钱交予美国政府，啊，因就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哈。啊，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哈，伫1970年5月15日，哈，伫尼克森政府，哈，就甲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台，或者尖阁群岛，拢总行。或者本政府的哈，啊，当时琉球人本来要美军占领，琉球人若要离开琉球，要去东京，还是去要去北海道，伊爱去甲美国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摕着这旅行证件，才会当离开琉球，去日本的因较早的母国。啊，什么原因？就是伊迄个军事占领了。爱暂时向美国效忠，所以爱摕美国军政府所发的迄个旅行证件，就是 passport， 哦，迄等同 passport， 才会当离开琉球。所以琉球变作迄东西是日本的境外，已经唔是日本国内啊，哈。好，那么国籍佫毛分属地主义佮属人主义，哦，较先进的欧美的国家拢总号做属地主义。所谓属地主义的。表示讲，只要你这个人，吼，富人人怀孕，伫这个国家的国土所生落来，包括伫伊个富人基顶，还是伊个传播顶管所生落来，拢总自然摕到迄个国家的国籍，吼。所以你看中国人，真侪迄阵早期，那大把刀斧心，足侪人拢用上机会去到美国。啊，就去啊，避开，甲囡仔生落来，生来自然，迄个囡仔就摕着美国籍。哦，李庆安、李焕英祖囝，李庆安嘛是走美国，甲囡仔生伫美国，吼、哦。啊，因中国人就一定等迄个囡仔，吼、哦，一定移亲嘛，吼、哦。啊，就自然5年以后，吼、哦，可能伊就会去摕着这个美国的护照，吼、哦。好，啊，属地主义的好处就是讲，你伫遐出世。你就是迄个国家的人，摕着迄个国家的公民，那么你自然会爱迄个国家，爱迄个土地，你会去保护伊的环境，保护伊这个国土，唔要让其他国家来侵略，吼、哦，这激起自然的爱国的心。但是，那东方吼拢是属人主义，这就叫中国的儒家思想、父权思想，吼、哦。中国人无论移民去到对。因拢是父权思想，吼、哦，拢总伊搬去到对，拢讲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华裔，哈、哦，我们都是华人，伊袂融入当地，所以是安怎人会排华，就是讲你来到人个国家，你伫遐赚着钱，你赚着钱，你拢干那想讲要把钱寄转去你个故乡，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哈、哦，光耀门楣，啊，袂回馈当地。建设当地，所以和印尼的人会排华啊，这是原因之一。像美国伫旧金山，吼嘛是会排华啊。啊，因家己哪去到迄个所在，就集中家己一个所在，或者 China Town 唐人街。啊，迄个唐人街就是 China Town， 就是上落后、上泰戈的所在。好，好，啊，这属人主义的。伊袂爱护当地，你个伫遐生移民去到遐生落来，伊嘛讲我们是华人，伊袂讲咱即嘛是美国人啊，哈、哦、啊，所以你看日本嘛是要个属人主义，哈、哦。OK， 好，即嘛来讲了咱台湾的血统，哈、哦。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因为当时。大清甲郑成功赶走了，大清若派官员来台湾，拢规定干那一点查甫过来，无囝拢靠阿伫大清迄边，吼、哦、中国迄边。啊，所以来到台湾了，因干那一点讲3年官，做3年了，你得爱回去，
所以有三年关两年嘛，就是讲，因利用两年的时间关应该，台湾有当搜刮金银财宝的外国的拢外来伫搭底啊，底甲甜甜的满，啊，就准备要等于中国啊，啊，要等于台清啊，啊，所以无心在台湾统治。台清政府嘛，计惊讲你若一住一只三年，搁三年，搁三年，啊！你会堪地方遐会连结做伙，后日再要搁反清复明来啥货？所以台清三年就甲你换房，无互你住只变地头蛇，吼、哦！啊，这是一个，所以台清有来，将足少的。尾啊，台清会来迄种偷渡的，因为台清用海禁嘛，伊无互你中国人来台湾。来遮发展，啊，跟台湾的原住民吼、平埔族的合作伙，啊来反抗台清。啊，那么唐山嘛无来，就是因为要，那你若伫中国遐吼，台清遐犯啥物法律的，啊，可能咱要甲通缉，要甲掠，伊只好逃亡走来台湾。吼，啊，所以来台湾的拢是查甫较济，介少讲查某的，吼，伊也袂当带家眷来吼。所以无查某来，所以无唐山的阿嬷，所以中国遐来吼，台清遐来查甫来到台湾，爱娶咱本地原住民做太太。好，所以即句话安尼看吼，向我看敢若对啦。啊，但你注意看，哎啊，敢若有唐山公娘吼，啊，咱台湾阿公是拢死了啊。好，所以唔对嘛。哦，台湾阿公绝对较济，中国来吼，台清来。唐山公绝对较少，吼！而且你甲想，嘛有一句话讲，唐山公来台湾呢，十个来，六个死，三个留落来，一个回，佮看唔想说佮转去，吼！现在六个死，因为迄阵无大只船，台湾海峡足颤流，吼！小可一个较大风浪，小只船啊，规个变个死了了，所以平均十个来要死六个，啊，三个有留落来只。咁一定会活，你来看牡丹社事件，吼、哦，牡丹社事件就是琉球宫古岛渔民，吼、哦，啊，拄着风台，迄吹起来船共派，啊，因为这个，迄、那个东海岸，吼、哦，迄、那个恒春的东海岸，遐登陆起来，结果因为误会，迄、那个南排湾族，吼、哦，五十几个，台死了，台死。村头十二个，吼，村十二个不死的，迄个客家人，吼，迄个，我迄个村头我煞袂记吼，都安那乡村遐啦，吼，甲护送来凤山府城，啊，甲送登去琉球，所以日本外交部就向台清抗议，讲是安怎恁的百姓台死阮的琉球的渔民，台清甲因讲，吼，用白话讲，都帮。帮了一人，那是化外之地，不是我台清在管的。哦，个人不是你管的，那么我日本我就要出兵要来个讨伐。所以，那个日本迄阵拄啊明治维新了吼、哦，有去甲欧洲的德国学了一挂陆军的作战的这个技术，来找无所在通去练兵，准派三，真啊利用这机会派三千的兵。就为这个乡村，这个牡丹家来吼，为迄个有一个社寮啊登陆吼，车城遮啊入去牡丹社，看牡丹社伫石门古战场修建吼。啊，但是当然日本军伊是正规军，啊，咱个高山个迄个南排湾族是敢若有单发迄个猎枪俩，啊，甲弓箭长矛。武器不对等，当然怕输。好，但是日本人啊，食到惊。好，因为咱的原住民做到游击战，好，完了怕到日本，完了心惊胆跳，好，完了死伤一挂。但是死无超过五十个。但是问题发生伫对，日本军因伫寒带的所在，因初初来到热带国家的所在，因无抗体啦。所以，干那迄个网啊，定着着登高热，吼，啊，就出来啊，啊，水吐袂下，食这水就破病，吐漏屎，啊，漏屎出水嘛死啊，所以死五六百个，
所以我那算产生。我说你看，就是一个外国来到台湾无抗体的人，足容易许环境就甲误死啊！吼、哦，就 cholera 啦，就痢疾吼，马拉利亚有诶无诶吼，都对啊。啊，所以登山讲来台湾，敢拢会留会掉？这三个可能上加剩一个活落。啊，大清来台湾，即个拢咱前来甲讲个都罗汉卡，罗汉卡就是乞丐意思啦。因为伊一个人来，伊为了逃亡，走来流亡来台湾。一个人来，来了做山工，有工做，无工就做乞丐，啊，无厝好住，拢住伫庙宇，嘿，庙宇个庙宇壁拢会画好罗汉吼，啊，拢困伫罗汉个下骹只，所以互叫做罗汉卡，就是安尼乞丐意思啦，吼、哦。好，啊，你想讲？当时的咱早期，咱台湾是母系社会呢，平埔族拢母系社会，妈妈咧掌握大权呢，厝里的经济大权，吼、哦，包括人事权拢伊咧掌握呢。咱有一句话讲，牵手无，咱拢继续讲是翁牵某的手，唔对啊。较早母系社会是这妈妈这小姐，较有地位呢。伊看哦，外口有较缘投的少年囡仔，也是体格较好个，嗯，即、這个来做阮翁袂歹哦，来甲牵手，牵伊转来做阮翁，招伊转来做翁。咱有嘛有一句话讲做招翁有无？是招伊转来做翁，牵伊个手转来做翁。你敢有讲来招伊转来做某？敢无人咧讲招某呢？吼、哦，有听到招翁，吼、哦，这是。女性是主动权，啊，伊嘛有主导权，所以母系社会的族人啊，会当去牵伊倒来做翁。啊，这个翁呐，甲招伊倒来做翁，啊，那翁表现无好要安怎？等早时啊，因翁出去做工课，伊就甲因翁的行李款款的，用草席啊包包嘞，吼、哦，甲下等在门口。因翁若转来看到伊个行李箱放伫外口，伊就知影讲他被羞辱了，伊就爱保姆咧，爱阁走去别位啊，吼、哦，你是安尼哦，你无搞不清楚状况，吼、哦，啊，你甲想一个较高高在上的女孩子，会去看迄罗汉卡乞丐，甲会去甲牵伊手转来做翁，来做登山工，困难吧？比如讲，迄个查甫大清来，迄个真正生了作缘投，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反正老娘不缺钱嘛，就缺美貌的男孩子嘛，哪有可能哈？啊，那无我想要带罗安卡登来做翁哦，就伊登来做翁困难。好，继续。那么目前吼，咱来讲本土台湾人过去，咱的阿公吼，较早啦，阿公其实来讲啦，从外。那么现在咱即卖人拢会哈美哈日哈啦，而且有时代的潮流。较早大清来管咱的阿公的时吼，大清派人来拢讲闽南语，啊，咱的希腊雅语啊，就是咱的其他平埔族语，无文字啦。那么大清人起码要有文字，好、哦，啊，你若要做官，一定爱要讲闽南语，还是客家语。哦，你若桃竹苗家，大清嘛是就近派因广东遐讲客家话来，好、哦，啊，所以咱的平埔族主人会去学因的官方语言，就像日本时代日本人来，把日本语或者国语叫台湾人爱去学，啊，你若会要讲。国那个日本语的，或者领导哪要讲啊？给你挂一个牌啊，个国语家庭，吼、哦、啊，政府对你的补助优待还是税金，吼、哦，拢特别优待，哈、哦。啊，自然台湾人就去学。你看五十年，日本管五十年啦，咱的是大人，吼、哦，阮爸爸妈妈用日语就写这个，好、哦、，OK， 好。那么即卖人，吼、哦，譬如中国人都来，嘛是强制咱讲因的北京语之国语。咱即马嘛，北京语另外少年的大家嘛下下叫，好、哦，所以这是时代甲局势的关系，好、
拄开始，吼、哦，你若差不多四五十年前，足侪人拢哈美，拢来台大读读个，就要去美国，去美国，一到美国就调离美国啊，大部分无转来。吼、哦、啊，最近这几年，吼、哦、那七八年前咧哈日本的山西产品，哈日本的日剧，哦啊，这三五年，妈的消韩剧，好吧？啊，用三星的手机啊，啊塞现代汽车的车，哈、哦啊，这就是时代潮流了，哈、哦。啊，其实清朝是甲咱本土的台湾人漫画，唔是汉化啦，爱讲漫画，哦，因为伊咱爱学因的语文啦，哈、哦。啊，伊甲咱树。嘛，甲咱士官，你若会晓因个语言，你就会当做翻译嘛，吼、哦，通译官，吼、哦，啊，士官、士神，佮士人族谱。那么日本时代同款，日本人甲咱台湾人皇民化，吼、哦，伫1937年开始皇民化运动，吼、哦，要叫咱学穿日本服装，啊，穿目镜，啊，食日本料理，吼、哦，好无？讲日语安尼，吼、哦，好。来，咱、啊、来看讲。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了咱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什么原因？就是讲外国人来，哦，像郑成功，不，荷兰人来，迄个郑成功甲赶走，荷兰人2000几个人，日照兰城呀，拢撤退走，无留偌济基因落来。但是荷兰人，无这个政治王朝。换迄个大清甲拍败时，正式王朝的人，台死的台死，台不死的嘛，拢搁掠掠起来，搁遣送回大清帝国。所以郑成功留落来基因也少。大清帝国，伊敢若派官员来管台湾尔，伊无要好好管理台湾，伊只要讲台湾也卖乱得好啊。啊，所以大清迄个大日本帝国甲即拍败时了，大清他拄仔讲的含你两年。啊，两年了，哦，你就留落来，迄阵留落来，从差不多9000几个，啊，即9000几个，大部分拢是清朝的子民较侪啦，吼、哦，会做生意的俩，吼、哦。那么9000几个，甲当作一万的好，咱迄个时阵台湾有300万人，所以伊的比例敢若1%俩，吼、哦，不成气候，吼、哦，剩的99%。拢是咱本土台湾人，就是平埔族甲高山族。那么大日本帝国伫战败了，伊1945年伫台湾有30几万的军公教人员，包括伊的眷属，嘛是迄个中华民国要求美国，吼、哦，爱甲伊拢遣送等于日本去四大岛，所以日本人留落来基因嘛少，所以咱安尼甲看起，所以咱的原住民呢？基因还佫有85%，哦，你若迄个，你若要抽，即摆有会当用电脑验 DNA， 尤其咱台北的这个马偕医院的李玛丽医师，伊专门咧研究咱台湾人的基因的吼、哦，你会使开10000块要抽血，吼、哦，伊电脑走走了，你有几趴的，对一国留落来基因哈、哦，对一族留落来基因拢有，哦，咱有一个。台南有一个真有名的教授，叫做李晓峰教授。伊细汉都拢讲乌印度啊，吼、哦，伊感觉足奇怪呢。伊即马想起来都唔对，好啊，即马好，那3-4年前，伊就走去马偕医院和这个李玛丽抽血，还是用迄个唾液来验。哇，验的真正有这个印度的基因呐、啊。吼、哦，伊就去编历史去做找找啊。原来就是在他阿嬷的阿嬷或者祖嬷的款吼，吼，搁较记得，反正荷兰时代啊，我迄差不多4-8年前，就荷兰人来台占台湾，发现台湾吼是种蔗糖真好的所在，会当炼乌糖啊。啊，迄当时乌糖是足高档的奢侈品，会当卖足好的价格，所以足需要家己人工来种甘蔗。啊，种甘蔗爱犁高塘哦，种甘蔗栽。啊，所以荷兰人个去印度引进伊个黄牛，就是咱咧讲赤牛，引入来台湾，
咧咧做耕耘的哈。啊，你要运遐牛仔来，爱印度的牧童，爱对啦，爱沿路照顾吼。来到台湾了，嘛爱阁继续好生活，爱挂牧草好好牛只。啊，就是印度嘛，做嘛吼，去搞到这个印度的这个牧童汉哈。啊，安尼所以伊有迄个基因，啊，所以伊讲伊头毛 Q Q 啊，小可乌身乌身，吼，就是安尼吼。啊，所以你若唔相信，你若南部，你高雄的医学院，诶，检验科嘛有咧验 DNA 吼。好。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填本，即卖是安那用做甲安尼转安尼乌乌的，吼安尼做安尼乌乌。好，这是国民党个别给人骗的关键。日本人来台湾了，台湾才开始有户口填本。好，大清给人管的是无，好，根本不咧给人管啦。那么日本人要来统治台湾，伊第一要了解台湾顶端有多偌济人，啊，是偌济族群，每一个族群是占偌济人数。啊，顶端有偌济植物，偌济动物，吼、哦，因拢调查个清清楚楚。好，啊，所以伊来就先解调查讲，啊，你是拢讲什么话语？你呐也要讲闽南语的，伊给你写一个广，写一个福啦，福建的福，代表你是讲福建话的人。但是给你讲写福，唔是你就是中国人的福建哦，是你干那。忘记你本身的主语，啊，也要讲中国的福建的闽南语，所以给你写福。啊，你若要讲客话，就是广东的客家话，伊给你写广，好，所以给你写福加广。你莫叫我讲你就是中国人，唔是哈。那么，那给你问你要要讲你的主语哈，伊就给你写啊，边地。给你写熟，啊！那头拄我讲的伫个高沙迄部分呢，伊给你写生，熟就是熟番，啊，生就是生番。哦，咱红叫番啊，佮有分青佮色的，吼、哦。啊，就是安尼，啊，伊即马怎解就来吼？惊讲咱知影咱的身世，知影咱拢是平埔族还是高沙族的，吼、哦，所以拢改做做掉，吼、哦，你唔知，啊，拢改宣布，统统回归祖国的怀抱。我们都是中国人，好安尼，所以拢台湾人85%的台湾人。最近这两届总统大选，哦，2008年谢中田跟马英九，咱选输200万票。到2012年1月14日，小英气势好，哇，咱嘛是还阁输80万票。哎，你2300万，你甲当作讲300万是纯的中国人，2000万人伫咱本土台湾人。迄一千万人，一半以上拢迄个洗脑变作我中国人，讲伊是中国人，所以我要怎做算输哈、哦？好，台南市啦哈，迄、哦那个内政部要求讲，你户口户籍登门内底住址熟，诶，台南市市政府斥责内政部管太多哈，即、哦、就熟就熟翻啦哈，日本时代咧写熟翻哈。哦迄、那个早期荷兰人来哈，有替希腊雅族哈用罗马拼音书写希腊雅语的这个新港文书哈，就是讲，平埔族要跟汉人还是跟因荷兰人要订契约，伊一边写荷兰文，一边是用罗马拼音读开是希腊雅语文的，叫做新港文书，嘛有人讲翻阿克哈翻契。这个收案一直平埔族了哈，台南市甲高雄市屏东县拢有响应哦，拢认同这件代志了哈。那么希腊雅族伫台南市市政府有认定因原来是原住民的一支，但是中华民国内政部也无响应哈。好，啊，咱来检讨讲，咱的国家民族错误认同哈，第一。错把中华民国当作五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
我做个甲小金讲，伊若讲安尼人，我拢讲，我是人嘛是狗。你若甲奥巴马嘛讲，啊你是美国人，吼、哦、嘛是非洲人，我已经头来巴了，哈、哦。好，咱伊陈云林2008年，吼、哦、马英九拄啊选了总统，啊伊就任了，吼、哦，马陈云林来，吼、哦，啊迄阵马英九下令叫所有警察为桃园机场来甲台北市，陈云林要通过所在。拢袂使出现中华民国旗啊，所以沿路拢咧收旗啊，吼，拢有收收等咧本座人，哈，有诶扛民众枪，枪甲嗷嗷阿来等，等本座人，嘿，啊，咱日军诶吼，迄阵头壳歹个款，竟然人中华民国无爱旗啊，要收收起来，要等本座人，啊，咱台湾人，日军咧摕中华民国旗啊，遐要点火，陈云林看讲，阮要捍卫我们的。主权中华民国，哇！啊，都读个歹去啊！中华民国都唔是我国啊，唔是咱这国啊，咱是大日本帝国啊！吼、哦！啊，等到台北市内底，因中国人、中国城咧行五千旗咧游行，足惊咱日军迄个旗啊抢来，甲刀搞破，啊是甲放火烧。哦，啊这马英九因老大旗啊，哪会使乎你安尼？哦，所以派叫警察咧保护啦。哇！你看这差偌济，所以我咧讲一句话，讲国民党共产党化，民进党国民党化，你捍卫中华民国，啊，做台联的来保民进党的位。即马台联虽然敢那三色的立委呢，但是因对台湾前途咧指出方向，做拢台联咧讲，民进党煞等到。无像较早阿扁啊，会当带动议题、带动目标，带咱向前行，互咱有目标。即马民进党煞拢像个软脚下，哦，足可惜。过来，咱以伦敦奥运会做例。伦敦奥运会咧举办的时，伦敦旗帽只有挂中华民国车轮旗，中华人民共和国随抗议。啊，所以伦敦奥运赶紧把这旗啊收了。啊，咱台湾人搁走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国旗，搁伫咧点啊！甚至咱的电音三太子讲爱台湾，嘛在这个伦敦奥运会咧发中华民国车轮旗，这些少年的大部分拢嘛本土台湾人，但是拢要加个头个叛逆哈，拢咧爱护中华民国，捍卫中华民国。好，啊，这个国家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哈、哦，我认为哈、哦、是为这开始。中华民国民进党这个台湾前途结义文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目前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刚才李登辉咧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你依稀还可以看到，本来中华民国唔是伫台湾，伊是伫别个所在，伫中国，哦，亚洲大陆。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所以招来哈、哦、流亡来的台湾，所以你还可以看到流亡的那个遗迹了哈。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李登辉安尼讲。但是你看，为了要两千年要胜选，因用这台湾前途节目讲，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湾。不等于哦，即马连卖都无卖么？无你讲要卖嘛，卖一个好个价钱。啊，即马个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哇，连卖都无卖呢，直接用送的。好来，2011年，换蔡英文代表中华民国，嘛代表民进党要选总统的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伊伫高雄市的乐冈公园，伫2011年的10月10日，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李登辉本来佫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即马来到遮，伊讲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哇，啊，同款，连卖都没有卖呢，连卖个好价钱都没有，直接用送的。哦，你看台湾，这算民进党立军的头人呢，都讲到遮头个不清楚。啊，你看伊要甲咱带队。
要带人去死嘞，吼、哦，可怜。阿扁也无采伊用来读法律嘞呢，吼、哦，好，好，啊，咱来改正咱平常时错误的言辞的哩，吼、哦，来第一咱来看，咱定咧讲外省人，外省人，讲甲人人上口，即句话唔对，好，啊，咱应该讲啥？哎，中国人无唔对，真好分。台湾敢若两种人呢，一个就是本土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讲，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一天，美军还袂入来，中国军也还袂入来，迄阵住伫台湾遮的咱的士大人，包括伊所生传落来遮的后代，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好，好，一个是即款人，剩的呢？拢总叫做外国人，无论你对一国来，都拢总叫做外国人，包括中国来啊，所谓的外省人，因就是中国人。好，过来讲专省，即句唔对，啊，爱改喏，全国嘛唔对，因为台湾唔是国家，所以你袂使讲全国，爱讲啥？啊？嘿，全台湾对了，嘿。以前咱定，我听收音机定讲，专省药房拢有得卖，有无？唔对啦！你若讲专省，啊，咱都做中国的一省啊，咱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啊呢。哦，所以袂使讲专省，哦，爱讲专台湾，无唔对，哈。好来，啊，讲大陆，即句唔对，爱安怎改？改安怎讲？因为你若跟外国人讲，我要来大陆佚佗，迄个外国人哦，你那美国人哦，伊就头壳了到要破皮，讲啊，你是要对一个大陆？因为地球顶端有一个北美洲大陆，有南美洲大陆，有欧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搁一个第六个亚洲大陆。啊，你去大陆佚佗是去对这六个对一个，好，所以。咱来讲中国啦，你若讲中国，伊虽然哦，你是要红色中国遐佚佗，吼、哦。好来，过来，讲先得，爱改啥？国道，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没有国道。海道，哦，海道，海道。你若要讲省道吼，等于讲你开迄台车吼，拢加水的，作省的。吼，安尼省道我无意见。啊，你若加汽油的，你袂使甲我讲省道，爱讲台一线、纵贯线会使啊。因为这是台清来台湾212年，无在条甲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去到屏东啊，是日本政府伫1895年来了。差不多第11年，甲台湾第一条纵贯线为家人到恒春吼开通，该铺桥铺桥吼，该造路造路，安尼做这条线，所以叫做台一线，台湾第一条纵贯线。来，再来讲偷渡客，啊，这句唔对，爱安怎改？偷渡一个是一个犯罪行为。安尼改啥？因为你要去人个国家，你一定爱摕到对方迄个国家个签证，吼、哦，你唔开会当摕这个签证甲 passport 入境。啊，你无经过偷偷一不准走入来，或者爱叫做偷渡犯，吼、哦。因为如果偷渡呐，一定甲叫做偷渡客，吼、哦。安尼呐，犯罪，比如讲小偷来咱家偷摕，安尼有咱拄着，安尼要甲伊拍招呼。哦，小偷客你来吼，啊变安尼样呢？人客呢，爱以礼相待，爱甲拍招呼呢。啊，小偷客你来哦，啊，冰箱有物件，你有家己摕来食无？吼、哦，变安尼，所以爱改做偷渡犯啦，吼、哦。好，
那么对中国来拢毋是啥物好物件。咱咧讲东西，咱若咧骂人拢会讲你算什么东西？所以东西就是歹物件，吼、哦。无人咧讲你算什么南北吧？那么讲你算什么东西？吼、哦，啊南北就较好啦，吼、哦。你看呐，你若东西物件，啊、哦，比如咱台湾出香蕉、出山啊，啊你若把这物件送去互西平，纬度同款咯。中国的福建，你若提也卖，把咱的香蕉提也卖，卖无钱啊！因为福建嘛有香蕉，嘛有山啊，卖无好价钱。但是你若把台湾的香蕉、甲山啊，你甲提日本东京卖，往北卖，哦，价钱无5倍嘛有3倍，吼、哦，足好价。啊，同款，日本早期的，吼、哦，咱台湾也无内山无咧种冷果，日本的冷果，日本的来啊。甲摕来台湾卖，往南送，哦，嘛卖甲足好价，所以迪化街也是高雄的三坊中街，因咧卖叫做南北货，无人咧讲迪化街咧卖东西货啊，对吧？拢嘛讲南北货，啊，所以从中国来都不是好东西，吼、哦。啊，你跟我早期吼。我小学到二年、三年迄阵，我第一个食到日本的富士朋克，吼、哦，有够香，有够好食。但是我有付出代价，啥原因？就是我做囡仔吼，我若弄完整，我若算囡仔头，啊，带正十个对伫我后壁，四个你共算长，有猫把它头板，猫把它，吼、哦，啊有鱼啊、掠鱼啊，吼、哦，迄、那个到寒天，迄溪水变较少，吼、哦，剩一窟，啊，阮落去摸鱼啊。乌河流，啊，掠青蛙，哦，做家己手工制造的风筝，安尼四界耍，啊，有一工就耍啊，敢若无啥物出头，啊，我发现讲，哦，有一窟鱼池啊，原来正大窟，啊，顶悬有鸭呢，鸭壮呢，我种啊，无来练功夫，一头足济，来看上牵鸭牵会着，我徛头前牵，后壁遐正十个对了，后壁三个牵，一个空坎的哦，三一条一头足落了。牵无准，我头也牵落去。哦，啊，牵一破一空刀啊，刚火一流。啊，我穿个内衫尔吼，白。哦，老家，啊，我牵落去，头壳顶上出金星。我戆，我徛袂住，拢孤零。啊，就火流了，规红怕怕。后壁遐煞咧哭啊。啊，我做囡仔头，歹势哭咧。哦，气咧，等较袂戆啊，吼，较徛个。哦，夭寿听啊。就看红，哇！这无转来，好许多人再来看病，医生看袂使，所以走转阮兜，阮妈妈赶紧骑脚踏车载我去街仔林去，予医生看，吼、哦，啊，着在白虎带安尼停开，啊，我若要安慰我受伤的心灵吼，带我去火车站买一条冷糕，吼、哦，够香，我迄条冷糕毋甘食，退咧，转来到阮砖头。血浆啊、油浆安尼，逐个拼，拢无食，拢毋甘食，着爱逐个拢拼过，安尼臭屁者，另外日本来的，吼、哦，啊，迄暗到迄暗臭屁到迄暗，转来较焦，苹果的滋味真正有够好，吼、哦，即咱日本的母国的，吼、哦，啊，我付出代价，我第一下食了苹果是安尼来，吼、哦，即摆咧食苹果，改成比番薯较歹食呢。吃错了啊！来，咱来看三，哦，中国来寒流，哦，我住屏东，我都上惊寒，所以讲第二我就讲先讲寒流啊。中国来拢快要寒死吼，寒流来。啊，第二，吼、哦，十几年开始有沙尘暴，中国吼、哦、开始工业发展了，造桥啊，一直造啊，吼、哦，因早期的什么，土法炼钢。好，就操作地球啊，啊，造成沙漠化，啊，开始有十几年前开始沙尘暴来，啊，过来近两年啊，哦，换雾霾，啊，这雾霾来，我就较有感觉啊，因为我这个气管较歹，我最后三四个月前，这个雾霾来吼，啊，我就气少，好，啊，过来郑成功，哦，这个来嘛歹，我来中国那边来。伊成功，咱就是失败了，对不对？
典型那个荷兰人，1624年来台湾安平，占领安平。同迄个年，伊去占美国的纽约曼哈顿，伊阵甲合作新阿姆斯特丹。但你看，差不多48年后，纽约变作世界上大的都市、上富裕的都市。吼，啊，咱的安平呢？安平港无去啊，吼，较早要安平港，而且安平港又淤积了，拢变即马变因的海埔新生地，吼，即马拢起大楼啊。那么，你甲想，如果迄阵地前讲卖甲荷兰人赶走？荷兰唔知要引进偌济好物件，你话荷兰呢？你来去荷兰人引的好物件来，我念给你听：番石榴、番茄，这拢荷兰人为外国引入来。啊，番麦、番麦啊，啊个番薯、番薯啊。啊，但是咱台语讲番薯吼，要去加这个番吼。太麻烦，拢讲韩籍啊，哦，韩籍啊囝，讲咱台湾人拢唱，拢咧唱个口调，讲韩籍啊囝吼。啊，过来，搁有啥？哦，阿蒙头也是对。荷兰人是红头毛，所以荷兰人咧用个头叫做阿蒙头，一点甲刷，甲石头搅搅变孔骨里就对啊，吼、哦。啊，搁番啊会无唔对，吼、哦。啊，这番表示啥物意思？外国，吼、哦，外国来拢叫做番嘛。嘿啊，我就是尾后我想唔对呢。啊，我住伫本土，我哪会互叫番？迄1949年来，因为中国走路来，遐撤退来，遐唔太是番，因外来啊，吼、哦。啊，所以咱咧讲因蚵啊，啊咱番薯啊，唔对，我认为因爱叫做番薯啊，咱是蚵。蚵仔是咱本土生产的，吼、哦，咱来爱叫因新番薯啊，吼、哦，因新来的嘛，蚵飞来啊，吼、哦，咱蚵仔较大条，番薯啊较细条，哎，台湾记较趣味啦，吼、哦，你若看尾音拢较细，车较大，车就较大只，啊，那车较大，车较细只，好无？咱来讲拖拉库，嗯，迄听一声就知影哦，即较大只，无人来讲拖拉库啊。好、哦，不然你安尼讲嘛，吼、哦。好，所以呐，电信我买来吼、哦，荷兰人诶，一直甲上新呢，因为因迄阵航海技术上强嘛，全世界咧走上新呢，上好物件，拢因包括甘蔗嘛是啊，吼、哦。啊，大清地台，大清地理咱台湾，我讲212年，连一条路都开袂好势。到河流就断掉了，过不去了，我都造桥哈。所以大清五咱台湾200几年，中华民国在台湾，我一直讲要把这句话改掉，应该中华民国海台湾。那卖以来，咱那美军直接甲咱管哦，咱拢唔免做啥物污染的工业，台湾四面环岛。干那环境甲整理好些，卖创迄六轻啥物石化工业，卖用啥物大炼钢厂，耗能耗电的遮，台湾好啊来抢水输啦，真正会作成是欧洲、诶瑞士，因为呐，日本人明治维新派足个少年囡仔优秀的人才去欧美国家学习欧洲的先进的，无论各行各业的这个。科技啦，吼、哦，等于就改日本吼、哦，升华个变亚洲的第一强国。当时上新的这少年呢，伫日本，因为拢许个年纪较大的老教拢定位定掉啊，伊无得发挥。日本政府鼓励因来台湾，因为遐老拢不爱来台湾，等到遐少年学上新的技术，拢伫台湾。你看，包括。伫台湾所起的这火车站，也是公所吼、哦，就是迄个公署啦哈。你看总督府也好，台北宾馆啊，这个银行吼、哦，一挂日本时代建筑物，
你甲看日本时代台湾的建筑物，有够像欧洲的啦。哦，你那马仔有一个徐格林老师，这个教授教的，哦，你也感觉讲有够可惜。中国人来一直咧去日本化，甲咱日本时代神社啦，一挂建筑物拢一直咧，啊，一车站拢一直咧毁掉，迄种作祟的建筑，拢唔是像即马。诶，因个建筑拢直线条，拢直个。较早日本时代起个厝拢尖个，啊无着弧度个，啊就圆柱形个，拢曲线个，曲线条非常耐看啊。啊，所以中华民国海台湾，因来甲咱遮个好个古迹拢拆掉。啊，讲到这里阁愈怨叹。做者老爸讲，啊，那也无爱日本广岛长崎迄两辆来侵夺台湾。我嘛不爱信着即粒臭石头啊！广岛长崎建了后二三十年人了后，因就恢复正常啊。台湾迄个蒋介石甲即马还阁遗祸万年呢，吼、哦！伊迄款歹的精神还阁留伫咱台湾呢，吼、哦！所以老一辈拢甘愿信着原子弹嘛，不爱信着即粒臭石头，表示即粒臭石头比原子弹较酷、较恐怖。来，啊，咱来分析美国前的国务卿鲍威尔有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哈、哦，啊，这是2004年的10月25号，哈、哦，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讲的，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哦，因为台湾只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哈、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马暂时由台湾地理当局代理中，台湾地理当局就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用的用词了，哈、哦。啊，这个美国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就是讲境外，就讲美国人若要来台湾，嘛就爱摕 passport 开张例外。但是伊阁定一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咧管台湾，也嘛足奇怪吼、哦。所以我甲号一个讲境外的国内，啊，所以日本311吼、哦，今年这个福岛核灾时，美军的眷属啦，还是伊个外交官员的眷属撤离来台湾，因直接就入来台湾，嗯，唔免经过中华民国同意吼。哦那么国家有认定的标准，有四个认定的标准。第一就是爱有领土，爱有人口，爱有政府，爱有外交权。哦，啊，咱来看咱台湾国这四项有无？来，先来看台湾国有领土无？歹势，这块领土所权人叫做日本天皇。啊，有人口无？歹势嘛无。咱的潜在的国籍是大日本帝国。即马暂时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吼，啊，这非法的哈。哦，即马有阮有政府啊，拍者，这个政府叫做中华人不民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啊。有啦，阮有外交官，阮有23个国家，有这個小朋友的国家，他们咧来往。啊，3、4个月前已经去叛逆一个，去干比亚，去无呀，哈。可惜，你甲摕因的。这个建交公报来看，拢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去跟人签的，唔是台湾国派外交官去跟人签的建交公报，所以台湾国这四样拢无，所以台湾唔是国家。啊，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拢是中国人。那这个逻辑乃通了哈，安尼。那信耶稣的，拢总是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好、哦，啊，那信那个释迦牟尼佛，还是信佛祖的，拢总是印度人，好、哦，对吧？啊，咱拢用汉字，韩国嘛拢较早嘛用汉字，啊，日本较近嘛用汉字，哦，韩国较早首都首尔，吼、哦，较早叫做汉城呢，吼、哦，这未通啦，哈、哦。啊，你那用英语的，拢总英国人，安尼。菲律宾用英语，新加坡嘛用英语，安尼因拢英国人，哈，所以袂通哈。好，啊是安怎要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哈、哦？
咱以日本琉球做一个例啦，吼。日本，我拄仔讲卖迄个尼米兹上将占领了，成立美国军政府，吼，海军军政府，然后伊甲海军军政府佫甲交予陆军，叫做陆军军政府，简称美军政府，吼，美国军事政府。那么为着要管理琉球人，日本人拢讲日语，啊，美国人拢讲英语。啊，日本的交通，因是组织的，就讲，因是左去右回，韩道路伫正边。啊，美军因韩道路倒边，伊是右去左回。哦，你注意看，咱即卖台铁还是高铁，嘛是还佫照日本时代，北上的是左边上去，右边南下回来。好，哦，这是日本时代留落，即个体制。啊，所以你看琉球哪呢？那发生车祸，啊，我讲你一个赛道边、赛正边一定烧浪的嘛。啊，落来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日语啊，啊，就真火嘞。啊，所以一定爱有成立琉球的民政府，吼，哦。琉球民政府嘛，如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拢有。因的议会嘛，会当通过议案。但是这个因做立法，爱送去美国军政府审核过。你若无影响到美国的美军的利益，伊予你实施，但是你咧实施当中，若发生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军事政府有最高的权力，也当给你废止一条，你说立法哈。那么，伫头拄仔咧讲的琉球就一直予美军管，拄开始是美军连钞票啊，美军家己印，一直到1958年。卡改做直接用美金，吼，连币值拢由美国家掌控，吼。啊，琉球人若要头拄讲的，要去日本的东京做生意，还是要读册，吼，要四大岛，拢爱向美国军政府请这个旅行证件，吼，同款，吼。咱台湾以后来安尼行琉球这个地，好。那么2006年10月4日，咱。秘书长带228去控美案，这个来做一个简介。一直到2008年3月1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哈 ，People of Taiwan 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哈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属于真正属于这一块土地的人民，叫做本土台湾人。啊，台湾关系法咧讲啊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是住伫台湾顶端的人，无论你是中国来还是对一个来，拢叫做 people on Taiwan， 这都受到台湾关系法保护。啊，所以台湾关系法唔是干呐保护咱台湾人啦，包括保护着中国人，但是咱不爱呢，咱爱回到历史的原点，爱等于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确实咱台湾的前途。决战时的所在，唔是台湾关系法，哈、哦。台湾关系法位阶较低，伊干那是美国国内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是51个国家开会，哈、哦，签署的一个国际条约，哈、哦。好，本土台湾人是8月15日迄个时间点，诶，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甲伊的后代，哈、哦，都有讲过，哈、哦。好，那么佫来到2009年4月7日，咱已经各向。美国高等法院告诉，啊，伊个高等法院伫4月7日判决，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佮生活伫政治联合当中，这个政府目前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生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就是讲，就敢那阿扁也讲的，我关伫什么1.38坪，吼，我袂记几坪呀，反正细一间啊呐，我关较细间啦。啊，恁伫外口啊，只是关伫较大间安尼啊，吼。啊，有影，恁若以欧美的标准来看咱即马台湾人，咱是毋是心内你想要讲话，你还阁会惊遐？我讲即个话出去，会向你爱袂？虽然警备总部已经取消伊啊，但是你自然你家己有一个小警长伫内底咧
控制你的嘴，卖黑白讲话。啊，因为咱的时代人早期二八事件了，拢惊着，有讲一句话：饭加食寡，话减讲寡。吼，话卖黑白乱讲。吼，啊，就是政治的惊吓。吼，甲真还佫伫的。吼，啊，你甲看，这几年啊，好慢慢叫起你做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台湾人的生活一年一年歹。吼。薪水提升到十五六年前的薪水哈，的购买力。啊，同款嘛，等于讲，咱即马来咧看北韩，啊，是二三十年前，咱咧看中国，啊，迄根本都政治炼狱嘛，铁幕嘛，哈，同款这个意思啊，哈。好，一直来到2009年7月28日，咱搁甲上诉。去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迄天受理咱的最高的上诉法院吼，这个案号，这是头一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头一届咱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甲旧金和平、山和平和平条、甲美国的宪法所提出的告诉，哦，这算。会使讲照讲爱作轰动啊，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嘛真厉害，伊把咱这消息拢封锁起来，不要咱台湾人知影真相，所以足多人唔知影。好，但是美国这个美国政府，伊伫8月7日，伊的代表国务院来宣布哈，放弃抗辩权。哦，啊这趣味啊，是安那？啊咱个哥，啊伊毋是有足好的律师？拢哈佛大学毕业的，那会咧放弃抗辩呢？原来就讲，伫美国法律来解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所叙述、甲法律的见解完全正确，美国国务院完全确认。好、哦，咱告了对，咱的理由拢对，咱拢照国际法、照国际战争法来，所以伊无法度。各地这个最高法院来跟我们辩论哈，啊，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这说明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达到四年来诸多刑事不再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金毛爱依法正确行事，爱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的规定来行事，我们来回到历史。的原点旧金山合约，好，好，我2010年7月7日，经过跟美国协商，和咱台湾民政府伫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挂牌运作，好，咱台湾民政府伫遐挂牌。哎，你注意看这个日期，菲律宾伫1946年，伫美国的协助之下，嘛是伫7月7日。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7月7日，啊，美国叫咱7月7日去挂牌，这个意涵嘛真深，哈。好，啊，过来，伫隔无两个月9月7日，双方协调嘛是伫华盛顿特区的世纪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安部、司法部拢有派人来祝贺。啊，咱民间有头80个，美国迄边还有正百个。啊，你甲注意看，9月7日啥物日子？美国人咧选日子嘛，真有意思。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迄天，1951年的9月8日，51个国家伫旧金山联合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是到隔年的4月28日，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才生效。啊，这个高伟切别，咱是世纪大饭店庆祝酒。世纪大饭店是美国足有历史的一个饭店。自古早吼，因美国所历来所有的行政部门，也是总统，也是有啥物重大的事件咧开国际记者会，拢会来到这个饭店。所以你要去遐开，唔是遐简单吼。你无相当的理由，无美国政府行政官员的到三工，也是甲你认可。你无可能去遐开酒会，好，好，啊，咱就依照美国的指示，咱开始
组建第一届国务院内阁哈，依照战争法来呈报，和美国哈，包括咱有一个公民权利法案，哈，美国上台先就是讲叫咱爱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这个草案，来上好咱的参议院，哈，包括美国这个主要占领全国，咱这个台湾权利法案。咱上五美国三届才通过，头一届去无几工就又提转来，咱修改好去送，佮过一礼拜佮又提转来，佮修改，所以第三届美国较准人讲吼，大概无啥物问题，就照这个模式啊吼。啊，咱得有这个权利法案，咱才会当依法，啊，这个做法源啊吼，来合法本土台湾人的公民身份证佮旅行证件的法源。咱来依法行政，你无这个法，你袂使乌白法。这个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哈。OK， 好来，啊，咱2011年的10月20到23，咱有105个民间会内阁成员去日本靖国神社去拜这个以咱的39100英灵，这些拢是替。日本天皇来建祀的，大部分拢是高沙族较侪，吼高沙义勇军，对啊。所以咱伫伊个，这个靖国神社这个内底吼，咱这个团员，咱去到日本这个靖国神社，是需要以政府的规矩来甲咱交代。一般日本人来到靖国神社，拢伫这个所在。打两个扑克，行一个，安尼就算祭拜完成。咱是许邀请你要到中殿去内底遐读祭文、高沙族跳剑舞，来慰劳慰祭这个高沙义勇军的英灵。哈，佮你要到上内底内殿去遐个祭拜，哦，啊，这是那破天荒。过来，咱伫10月23。这个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哈，咱去甲日本天皇祝寿。啊，皇居首次同时出现日本国旗甲台湾民间会旗啊，这破天荒，几啊百年来，日本的天皇的皇居伊的生日，还是伊的什么庆典，伫皇居举办，拢干那这个晚红旗呢，无其他旗啊。但是为迄年，为2010年开始。开始有这支青旗啊，入面，过来连续三年，哦，都咱的旗啊拢入面哈。OK， 好，那么到底未来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会安怎？好来，主要哈，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将会裁撤，干那改做成指挥部，即卖21500的兵力，全部来精简到剩差不多120000人，哦，啊，这个将来募兵的目标差不多这个人，啊，这差不多像。现在目前日本的自卫队的人数了哈，啊，你甲想，无苏联部，敢咱剩纪律部，啊，苏联部该伫底？那苏联部的美军、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直接管辖哈。哦，啊，美国军事政府会入来台湾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爱撤退到金门、马祖，啊，是福建平潭岛。啊，咱来看，2011年的10月30日，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航线首航，航程3点钟。好，哦，对。去年10月7日，海峡号平潭至台北港，台北港就是八里啊啦，哈，首航，这个较近，2点半钟俩。好，哦，平潭到台北。啊，这只船啊，哈，哦，这海峡号一定。载差不多760个旅游客，240台小客车，预计去年应该有会当运送180000人次。那么，电脑部因的报系家己爆料，讲台北港伊的运量总运量会比台中港较大，啥物原因？因为北部台北县还是台北市，人拢讲做台北城。中国城吼，哦，中国人较济嘛，所以为台北港处理当然会较人会较济吼，哦。啊，是安那美国讲
台独代表战争，吼、哦，咱过去拢吼教育讲，啊，台独代表战争就是阿强要甲咱拍，其实唔是哦，是美国要甲咱拍，吼、哦，啊，咱来看啥物原因？这个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哈、哦，伊伫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华讲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正哩率直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即伫过去足罕见的。吼、哦，伊讲这是因为华甲话阁讲较白，独立代表战争，即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即四大军种来打台湾，啊是安怎伊来打？有啥物权力来打？就是原因就是讲，台湾朋友是因为我美国牺牲足侪美军大兵，啊航空母舰迄个日本的航迄、那个神风特工队轰沉去，飞行机互恁拍走了，即个战争债，你还袂还我现金呢？台湾朋友暂时跌啊伫我手里呢，你若像琉球共款，你摕现金来赔赔咧？我帮你行你日本政府啊！啊，台湾有两个主人啊，一个所有权证的人天皇啊，一个债权人美国啊，你拢无管这两个头家拥有者，一个拥有主权，一个拥有管辖权，你拢无管，战争债无要还，啊，就要搞赶你走，要独立，无甲你拍较奇怪吼、哦，要拍是这个原因。好，啊，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我的公告家，马仔继续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事，咱下课休困啊，餐厅遐吼点心会当食，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吃吼、哦。啊，下课休息。自己的东西要带走哈、哦，因为等一下这边教室会关起来。好、哦，家己的物件爱去提走吼，等一下会关起来吼。哦